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各位老师，大家上午好。金风送爽，梦想更新，到这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，广东活动就建议正式跨拜成立。我代表活动就建议向各位领导、嘉宾、老师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，甲衷心的感谢。活动就建议是一个高雄市刘家专业表演艺术团体，拥有来自各地的老动车优秀专业人才。参拜活动就建议是顺应时代潮流，发扬文化产业，提醒人生的价值，弘扬潮汕传统文化，创新改革创新，发展潮家事业，培养潮家艺术人才的重要平台，并以打造一流团队，创造最高效益为目标。往正道脚步，发掘人才，培养人才一个努力，展出以最好的状态，而广大人民空前见面。为两个海内外潮人友谊，丰富潮汕地区广大人民空前的精神文化生活，创建文明华海，为美丽家乡做出应有的贡献。我当了建议到筹备期间内，也得到了有关部门、甲社会、甲个热心人士个关心、甲支持。多次我代表我当了建议向他们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个建议。最后，祝我当了建议结拜仪式成功。祝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各位老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